里面一定是有高大眼看的话。好，天才要做假鼻子啊。我们今天呢，之前我有个 poster 在我的那个 fan page 里面有3000多个 share， 哇，3000了啊！对，就是做假鼻子的。但今天我挑战输了，我就要做这个假鼻子。对，很期待。我就讲啊，哎，原来你是故意输了，是不是？很期待。我们先介绍一下材料。Okay, 材料就是要面粉。对，我买的是面粉，面粉。我买的是面粉。凡士林。是。然后还有那个粉底液是吗？我拿 CC cream 啦， CC cream 应该 OK。要你肤色的 CC cream。OK。要多少啊？再多点，再多点。要多一点啊，当然。你要做多高的鼻子，就放多少。我要做女巫的鼻子。OK， 放好来，不要等啊。OK， 然后凡士林。可是我在想，为什么是凡士林呢？因为它有油光。所以它会让你看起来比较像皮肤，可是你皮肤很干燥哎。是你皮，可是我真的觉得凡士林它不会硬啊。你的凡士林是白色的，我那个凡士林是黄色的。OK。哎，它现在变得很像马吉耶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觉得像马吉啊。好，来，现在就是要下。这个 CC cream 的时候，因为你还没有把它搓匀，其实你的凡士林还是一抖一抖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开始有点恶心的感觉了。怎么感觉好像很恶心的感觉？很恶心哎！你确定你要把它放在你鼻子上面？我们要先做一个这个失败的示范，然后我们诱导那个台湾的那个部落客出现，然后帮我们做一个。我觉得是手工的问题。要搓多久？要时间的，你知道做假鼻子也是要时间。你平时要这样怎样出门我？我觉得很给力耶。贴得到没？贴到，它基本上是很黏的。然后？我不知道、啊。你都没有弄匀它，它怎么出门？等啦。它有顺了吗？你不顺很粗。我努力的顺它 ，ing OK OK， 它跟你的肤质一样粗糙。我想骂脏。哎，上来，我的鼻头，你别帮我弄剪它了。你要剪的鼻头？快剪了啊！他要做好鼻子。很恶心。有镜子吗？里面一定是有高大眼看的话。但我是有成功还是没有成功的？我绝对是不成功，所以这个是失败，就是算失败啊。要怎样？现在怎样？好，如果你做得比我好的话，我们下个礼拜就请陈培勇做多一次。哎，它的颜色有点难哎。没关系，我们去拿那个黑一点的，好不好？OK 啊，就这样决定啊。OK， 好，陈佩勇挑战啊！有人做到拍照上来，对，谁叫你在卡比玩的那么开心 ？OK， 好，就这样子了。